近了，所以我决定再讲一个笑话给你。然后我讲笑话好听吗？想去学。好，就是啊，最近开学季对不对？大家都回到学校去上课了，然后九月就难免有很多新生，就一年级啊，大小一、国一、高一、大一这样子。然后那一天是那个铁花国小第一天那个开学典礼，然后大家都回到自己的那个教室了，一年级的教室里面，然后不是家长都会在后面嘛，就一年级嘛，小朋友都太小了，就放不下心，就跟着在后面这样子。然后第一堂课大家就很有礼貌，然后老师就说来班长，然后班长就说起立，立正，敬礼，老师好这样子。然后结果老师就说那家长呢，老师的意思其实是要小朋友跟家长打招呼，然后这家长也没听清楚，然后家长就起立，立正，敬礼，所有的家长就跟老师老师好，谢谢。换我讲，换我讲。好，你讲。很想讲话。就是我一个朋友的妈妈，就她要去买那个炸的卤味，卤味好了，卤味。然后她要买那个鸡脖子。然后她就忘记怎么讲，她就说：“老板，我要那个喉咙。”还有一次，她去买那个鸡脚。鸡脚，你知道吗？鸡脚，鸡脚手掌那样子，鸡脚，鸡脚，啊，对，啊，切掉的时候是脚还是手？切掉的时候后面还有一段，那个叫什么？不知道。然后那个妈妈就要去买，她说：“老板，我那个脚踝。好”哈是你自己那个吗？脚踝是真的哦。脚踝是真的，脖子喉咙也是真的，喉咙是真的。哎呦，我们的附近就是很多这样莫名其妙的朋友。哎，你不要讲错，你又去点那个咸酥鸡的时候，老板，我要一块喉咙，炸喉咙，新的菜单。好，接下来。继续唱歌，我笑得有点酸哎、欸。好，然后下面这首歌要带来的是那英的《梦一场》，然后这也是就是我那个失恋的朋友，他失恋时候很喜欢听的歌。让你去疯，让你去狂，让你在。
时常想起过去的温存，它让我在眼里不会冷。你说一个人的美丽是认真，两个人能在一起是缘分。早知道是这样，像梦一场，我才不会把谢谢。